本期话题：菠萝蜜的功效。黄世静，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菠萝蜜的功效和作用，菠萝蜜呢，它是一个常用的水果，因为比较甜，大家有好多人比较喜欢。那么菠萝蜜呢，它的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生津止渴。那么主要是用于就是说，比如说除烦啊、生津啊、止渴啊，这个用点菠萝蜜效果还是不错的。另外，它还具有润肠作用。菠萝蜜呢，它本身具有滋腻，所以呢，具有通便润肠的作用。另外，菠萝蜜它还有一个就是它具有的就是健脾益气，那么就是对于补中焦，那效果是比较好的，因为它毕竟含糖类比较丰富，补气血，那么主要是达到补气血的目的。那么菠萝蜜呢，另外它还有就是说它具有就是滋补作用呢，它可以用于呢就是说免疫功能低下或者气血不足这些病人呢经常可以应用。另外呢就是菠萝蜜它你这些作用呢，可以进一步呢，可以延伸到，就是说提高免疫力。另外呢，它就是润肠通便作用呢，它可以达到一些就是说减肥啊、调脂啊。但是要注意，菠萝蜜呢毕竟是比较甜，虽然我们说它具有降脂作用，但是我们如果大量使用的时候，它毕竟是个容易壅滞的，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就是说对一个是脾胃虚寒或者脾胃运化功能不好的这种人，我们也不建议过多使用菠萝蜜。另外还有就是糖尿病，如果血糖过高，那么我们也不要建议就是说过多使用菠萝蜜。因为虽然菠萝蜜它润肠通便也有降脂等作用，它本身不会引起，但是我们如果本身血糖高会增加一些风险，所以要尽量避免。